我是谁？有姨妈，有姨妈，有姨妈，有姨妈。上把三弟不是豹女，人家豹女上把，人家三弟上把万人马。哎，不是这么难受吗？一级没事，一级兵女，我纹丝不动，甚至想弄你。等一下他来兄弟，来兄弟我直接跑，我直接躲边上，你怎么说？打架了，哎，那二也一级啊。打不打 Q？ 来吧！哈哈，跟谁撒娇呢？先拉扯，哎，纳尔能无限 Q 的，他走不了。哎，拉扯，哎，哎，哎，拉扯。K 头，呼呼，起呗！这就是主播的宝沙流，咋个？你跟谁撒娇呢？不谈不是去亚运会了，成绩怎么样？那必须赢的呀，兄弟们！但是那个表演赛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钱都没有。哎，只能说英雄联盟项目组、英雄联盟手游项目组有点穷，没钱。如果是沙莉这种级别的主播被邀请参加活动，会不会给他包一个什么头等舱什么的？动手，盒子丢前面，减速他，减速，然后不要 A 了，攻速很慢现在。飞镖一丢，哎，三个人头，几杯？本来想过去找直接选手合影的，找那个李伟强和那个方布拉斯队员合影，结果排了巨多人。当时我一闷，我是参赛选手，你能不能跟我，让我跟那个李伟强合影啊？然后那个人跟我说，哎，李伟强走了，白来一趟。我的评价是，不如在家里躺两天。而且杭州还没什么好吃的，吃了三天麦当劳和塔斯汀汉堡，不由得让我想起来杭州的一首歌，杭州带不走的只有你。能不能来反蹲一波，没事干了呀，兄弟们，聊着聊着刷完了，没事干了。我是沙莉粉丝，帮你涨粉的，谢谢大家，可以帮我点点关注吗？支持一下新人主播，谢谢。好像有眼，头都不露，不会有眼吧？他不白来了？怎么说？动手？兵线不好，但是这个兵线对盲僧也可以抓的，稍微反蹲一下吧，顺便过来蹭点经验。应该盲僧在了，感觉这个走位很明显啊！哎，好勾！怎么说？盲僧出不出来？没有盲僧啊？那我该出去了。还以为盲僧在了，不慌，直接动手。怎么说？来了盲僧，那只能打日语，先把日语杀了，先拉扯一波，不要着急。灯笼，哎，灯笼没了，我靠！啊！哦，漂亮，还是我人头很舒服。哎，亏灯笼没了，刚想点。我成就个小兵也能升个七级，怎么说来个助攻？没助攻还行吧。先抓一波，没机会我们就去控先锋啊，以经济为主。经济很关键，小这个英雄在没有三件套之前啊，战斗力很低的，打不过任何人。这波我们看能不能直接强行打一波，我不能等太久的，那直接强行打吧。行，我不要了，我人头了，这么多减速了，直接开大招，先看再来闻，都不准走，都不准走，炮车惩戒了，被吃一刀，好，然后先我给他。能有钱的话，哎，能有人头的话，行，我就无所谓了。这波先要清一下，塔皮还能吃一次，不过小龙我们打不了了。小丑没大招的话，打小龙很费劲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能骚扰他一下不？哦，来不及了。怎么说？大招！哎，坏了，坏了，根本凉凉了。我们直接开幽梦出去吃野怪。不过这个石头仔没大招了。看到他们塔皮哦，不行，我们那有 TP， 应该是没机会，我去刷友吧。怎么说？动手，直接吸剧毒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哎呦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这波配合有点尴尬，没想到对面冰女会 B 啊，他就在原地和成搁着。
我来，我来，我幽梦跑到这一块，飞镖一丢，惩戒结束，背刺你，点来给上，没 Q 到他，这一波我们就可以打这个小龙了。我一般打这个分段的话，我会哎，我会不打小龙了，就是为了把这把游戏时间拉长。把分身时间，把这游戏时间拉长，到后期我们就可以一刀秒对面脆皮了。这样玩小丑才是最有意思的。这波兵直接吃了，刚好回家可以满爪了。十一分钟两连套，呜呼！我的评价是直接起飞，直接起飞，哎，飞飞飞！怎么说？盲僧在装逼？我没什么说法，我们这波还是从上往下刷，然后再招下吧。不过最好跟着盲僧，好像要配合一手。坏了！哎呦，这波不应该啊，有视野看到了，不应该死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冰女没有闪现的，没有闪现，并且他没大招，他这波一技能还有两秒钟、三秒钟左右。我们直接打冰女 ，A 飞镖 A 打不打 Q？A 等个 Q 不着急，他 Q 没好 ，A 先锋，飞镖加隐身，一刀带走，没有带走再来一刀。跟谁打交呢？跟谁打交呢？吃不合计，中上点 miss 了，四轮可能在，不过我还是要贪，有眼，这个眼我就不 A 了，我就刷野去了。跟谁打交呢？怎么这么细？那肯定啊，兄弟们，在游戏中我非常细节，在恋爱中我也非常细节，兄弟们。双面龟我是啊、不我是两头都顾得上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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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看到盲星了，下路有个盲星，达摩好像有点说法，不过我们先把这个吃完，不着急知道吧？根据点信号怎么说？卖一手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直接动手。A 到这里开一下，飞镖点燃，替我分身，盒子恐惧，背刺一刀，哦，上当了！不是我都丢飞镖那么明显的，他都上当了。观察力不仔细啊，盲星。这波说实话，这塔真得吃，卡了！我靠，卡了什么情况啊，兄弟？这炮车。怎么突然多了八十块钱？刚刚卡了，兄弟们，真卡了！我靠，网速不行，这波差五十块钱，还差五十块钱，要再吃个冰的，再吃波冰吧，兄弟们，相信自己，知道吧？卡了！哎，网速不行，这移动宽带是真不行啊，兄弟们，真卡了，没办法，真是网络问题，我从来不吃冰的。就你看我补刀就知道，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冰的选手，我主要是补刀是在刷野上面，知道吗？我主要补刀是在刷野上面，我是很少去吃队友兵一线的，因为小丑没有 AOE， 你知道吧？主要是没 AOE， 所以我不吃冰，我对冰的那个要求啊和爱好都不大，就是有没有兵线啊，照样吃，照样玩，有兵线能玩，没兵线一样能玩。这波，等一下。冰女好像在我这，直接开了刀，然后原地 Q。啊！他有眼！他怎么有眼呢？哎呦，我早都不用 Q 了，留个 Q 跑路就好了。他有眼啊，兄弟们，直接 Q 探草丛了，非常的稳健。哎呀，讨厌！哎，不妨对我挡 Q 吗，你小子？位置不好，赶紧溜。怎么说定一个？哎，没事没事，等我出去打土龙吧。可惜了可惜了，上当了。我这波连招已经拉满了，我们是 RQ 的，基本上是最高伤害连招的，就是分身伤害打出来了，真身伤害打出来了。哎，上嘴去就要嘎了，定一个大招换一个。我们看他们守这个塔，还行，这波兵里面大招了，兵里面大招了。这么残血的 EZ 他不移过来是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行不行？他为什么那么残血的 EZ 他都不移过来？
有我视野吗？难道这么稳健？如果是我，肯定移过来了。哦，我人头是德莱文啊，是冰女的，他没事的。这，哎，打不打个 Q？ 去躲开，不然被伤大了。哎，那没了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我不能扛伤害的，所以这波我们没有前排的，赶紧跑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中路放先锋，拖着打这个土龙。我们中路直接放先锋，这个土龙要不要无所谓，主要是吃钱。真龙不好，这波扫人了，不要再打。我没有办法一打三了，全绕这边了。我们赶紧用这个先锋打到这边阵型。啊！坏了，而且我下野区好像没，哎，这波有点伤。屌，有说法，真有说法，这个人，真有说法。等我一会儿，等会儿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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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兄弟，怎么办？叫闪电！我没有 Q， 兄弟。完了，追不上。啊？啊！完了，连死三次，我真是第一次这样子情况。我操，搞节奏，被带节奏了。完了，这波搞得好伤啊，真的带节奏了。我这不一刀都没出来，别给，直接白给了。交给你们了，兄弟。啊！别这样了，我输了，很丢人呐、啊。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去不了了。我靠！而且我飞半没打死这个盲僧，他咳血了一下，完了，六摊。哎呦，别葫芦娃救爷爷啊！死一个其实无所谓的，得来。别看我的盒子丢外面去了，如果要放的话，其实也可以，因为我们阵容比较偏中后期。哎，别这么被动啊！啊，他砍德莱文，为什么你死了？又是被抓了，一直怎么这么容易死啊？坏了坏了坏了！那没怒气，打不了一点。拼城，然后大刀走，完事吧。土龙天要了，反正我命不值钱的。回忆。哎呀，德莱文，我被减速了，开个梦，快走！这就总是有人做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我在抢龙，然后队友莫名其妙就死了。快走 ！W， 谁看哪？漂亮，我分散的输出，你多换一个不？哇，一丝血，这塔怎么打他都不掉血啊？感觉一个不小心这么顶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买这个，买这个，买这个，买这个吧！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着急，冷静，冷静。我是最棒的，加油！我最棒的，加油！啊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我马上 Q 一下，一个德莱文，德莱文没有买金身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！冰女只要不在，会立马，我会立马 Q 上去。冰不在，我立马 Q 上去，机会。打一套闪现啊，没有闪现，快跑！去躲开，要被定。别慌，手里没大招。他们，哎呀，我被看到了。还有大招，快跑！活着赢，他们打动不了了。你看这种抱在一起就很难打。注意拉扯，拉扯，那还是冲进去了，没忍住，兄弟。闪啊！没死的叫闪现 ，A 他一鞭子啊！抽他一鞭子呀！这么怂。注意拉扯，他们阵容。跟室友说一下。
这个大龙，这个小龙其实可不要，算了，兄弟，走错了，兄弟们，这小龙不一样了。跑，虽然这有睁眼，但是这个龙我打的速度超乎他们的想象。然后这一波我们就等个药再打，或者等那边推过来，不要出去，知道吧？出去的话容易坏事，只要能够足够击破，一定能赢。像这种冰女啊，跟这个德莱文，我一刀都是直接大惨的。但是问题是那一刀我活不下来，所以我只能等队友清上。我们可以买鞋子这一把，因为那边阵容确实太好了，我们可以直接买 C 三速鞋或者公主鞋什么的，因为拉扯非常重要。被抓一个，这个被抓无所谓，其实那没事。这一波五个人在一起，像那种挤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别上了，除非能一刀把他秒，当然都没有必要上。手里面这波处理不好会被一波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容易处理好，他们会越塔的。大家躲一下，不要被日里晕了。然后分身往后拉，咱们一起往前，分身拉过来。哎，分身怎么往我这里走了？分身拉过来再 A 更保险一点，就为了防止那个 A 不过这个德莱文。一波不了，十秒钟复活，一波不了。我们可以卖鞋子买神装，但是卖鞋子跑的就很慢了。就像刚刚那种情况，你就没有机会上了，所以我其实还是不建议卖鞋子，但是卖了鞋子的话伤害非常高，就可能刚刚那个冰女那种情况，我可能一刀他就死了，但是跑得慢很有可能你 A 不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直接往中走，他们会有人清兵的。